的好饱啊。废话，八片披萨你就吃了五片，能不饱吗？哪有，我只吃四片半，你 A 着我半片呢。哇，你不觉得晚上的海边特别迷人吗？黑成一片，哪里迷人了？月光洒在海面上，浪花反射月光，发出明白色的光芒。我觉得很让人想要冲过去吗？喂，夏之清，夏之清，你不要乱来，你干嘛？我是美人鱼。你就是个半兽人，你给我回陆地上去。你是半兽吗？半兽人，你是美人鱼。我干嘛？你这是班长。不要，还没有人会看到啊。没有人看到，但我有关系，穿起来。哎呦，我偏不要啊！你的星球不用翻译，别放弃。城市埋进玻璃瓶，全心全意。听彼此做过的声音，我只有还好你没有事。闭嘴，不要这样嘛，还又不归我管，谁知道他突然间轰的过来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生气有用吗？我的容忍度早就因为某个人被无限放大了。就是让你最宽宏大量啊，拍马屁没用。担心我是真的担心你，你那么皮，没人管得动你，怎么办？你又那么好动，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笑的话还好，想爸妈哭的时候，如果我不在你身边，没人当你的卫生纸，怎么办？还有，你动不动就找刺激，人来疯的个性，没有我帮你踩刹车，帮你收拾烂摊子，怎么办？